好点说，不是好好，哎，我去，昂控制，嘴都吐了皮了。好闪！他们都说，玩艾迪的都说露露这个皮肤的 E 手感最好，就是给艾迪 ADA 人手感最好。嗯，有这个手法吗？有的。哎，漏了，好 W， 拆一下。哦，有屏障，还好我没闪现。你现在可以就是抢个二级闪现一坦，马上二了，这三个兵吃不到二。我得 EQ 他了一会儿。对，闪现 EQ， 我帮你推下去。Nice。怎么他也掉闪了？豹女来了，不是豹女烟雀。没事，能打。一头这个兵。哦，我跟一顿。好杀，好杀。怎么样？你听到那个声音没？嗯，就是就挺好听的，很好听。就是他们都说，就是露露给 ID 用最好用的皮肤。嗯，我去跑车吧。还有驯龙女巫也好用，说是。嗯，知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给他变呀。没事，我很笨。啊！太远了，给不到吧？那离我800米远了。六级了。他们应该比我们先到六吧？哦，你先六。我真痛！我也六。刚刚是放闪了吗？女警六，光辉没六。嗯，好的。我懂你意思，我知道你想击飞他。嗯，那是好兵。好杀！老大。哎呦，这难抢，吓人，太吓人了，伤害蛮高的。是的，我大招和盾都捏着没用了。嗯，有大不了，有大没刀了。这两刀，那、被我烧死了！他都没有控到你，他没有一个技能控到你，我一举毙哈！真是，所以我老是现出干果，坏了坏了！哎，坏了！心坏的那种。然后我只能去玩光辉辅助，这种一把下来我打火，我觉得很搞笑玩的，超像啊！好像不知道为啥还教，我有 Q 我们教，不知道为啥还教、哦、还教这个神，教什么挺厉害，我没有变羊哦。哎呦，给不到他，太远了，我鼠标挪到他身上都是给你的，你知道吗？
我不想闪现治疗他，我觉得没必要。他都放弃了，他不放弃，你给得上他的。嗯，我特地躲到他旁边，鼠标叠到他身上再给他的，但是还是追不到，太远了。没走，没走。我能跑掉，我一路给自己跑个快过来的。我先把他屏蔽，现在玩挺厉害的。我没玩 CF 的时候都已经那个了，没有段位那个时候。我玩的时候也没有段位，是好多人好多人，我没干过小心。没事。要撞你。可以啊，这把队友真不错，我觉得。就是正常队友，也不能说他玩得好，正常队友。就是。我没玩。前面两个人机中路，现在终于不是人机路。嗯，大家想赢。我刚玩 CF 的时候，刚出曼陀罗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个黑色紧身衣、白色短头发的那个。集美，刚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，她也是妹妹。好减速，不是好好，哎我去，好控制，嘴都吐了皮了。好闪！那我取消屏蔽，他不骂我就行，我怕他骂我。哎，我去，988，899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花了不少，挡不了。什么技能都是，我一会儿感觉得出重伤了。哇，来的这么多循环啊，对面有点超不喜欢盯着你家。哪那么多技能循环啊，他砍了我三个 Q 了，伤死了屠龙。哎我去！啊！哎呦！我的生化甲都长了。我都蹲在那个狗洞里面，不来不来。电影。哎，还是被抢。变早了，好像。哇，好大！我去。我到后面过来啊。我去，我需要复活，好杀！他遇到那种玩得很傻的男生，那个老傻子，遇到那种，哎我去，遇到那种我没有眼小，遇到那种玩得很傻的妹妹，就是傻老妹儿。不、哦。哎、我刚过给你回了一口，哎我死了，我没有眼，我要闪现把它弹起来，但是没事业卡了我一下、我的我没看到建模，我以为建模是队友，我还想着我们兵分两路，哎我的梦游了这会、我去用金身烧死了，烤点火，我全在这盾好厚，好像他们与寒冰血脉交战，闪这么远，
那可是我操！我知道我军，我知道你军力不够，但我没办法。嗯，我闪，我想闪，但他没反应过来。我得闪，因为我锁定视角，你已经闪出我的视野里了。嗯，我不闪的话，我死在那。嗯，我去下路帮他了。反正一波了，他们一波了。锁定视角是没得分了，因为我一开始玩的是鲁阿鲁，一开始玩的 CF， 玩鲁阿鲁找不到人在哪儿，我就一直锁定视角玩了十年，谁懂？牛，锁定视角还没用过，不知道。该有的人可以用，有的人不能用。用了十年的锁定视角。可以。我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下了，我睡觉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想。我叫米库，就是我游戏名。OK OK， 好的，拜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。